江西姐姐救助的流浪狗，洗干净了澡，找好的人家领养。最近流浪小动物救助站，今天一个江西姐姐把她救助流浪狗游到哈尔滨。我们大约是5:47飞机到，但是还需要等一个半小时才能求到。我们早早来这儿等了，现在是5:43，现在7:30了，刚取到那个提货单子，准备接毛孩子。上车，那没事儿，看都在这儿呢。哎，宝子，到了，放心吧，大家。到了。水也没有水了吧？没有水，回家喂吧。欢迎两个宝宝来到哈尔滨，这是刚给你们拆箱啊，第一时间给你们拆箱，怕你们渴，怕你们饿。怎么样，哈尔滨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好美哦！欢迎来到哈尔滨，江西的毛孩子们，那马上给你们发布领养，让你们在这有个家。吃的还是硬，孩子在飞机上饿的，吃了两袋零食，吃了一袋零食，有一小碗凉水，不管给他俩吃太多了，怕水土不服。头都不抬了，今天吃这吧，明天再给你俩吃好吃的啊，等一下吃啥吃的。想吃罐头啊。